哇！好靓，我靓得滞。中国古典美女啊，咁啊，小姐，你而家喺我哋三个仆人一个王子身上，边拣一套衫？你要拣一套俾你嘅。小姐，小姐，我慢噶。我识一个好幼嫩嘅生肖。点啊？呢对咧？妈咪，妈咪。山烧炭南山中。哇！其实我觉得佢哋冇乜急才就算啦。我唔想讲啦，点解波大大脚长？我觉得真系咁难拣嘅。本节目由法国娇兰赞助播出。喂，做咩啊？你唔知咩啊？唔知啊？唔知啊？我都系俾人叫过嚟嘅咋？笑咩啫？出嚟啦！我想去睇到几耐？嗱，我觉得以我哋嘅颜值咧。看落去似係係咪選微辣先生啊？咪要歡迎四位男仆嚟到全新節目《一日千金》嘅拍攝現場，即係服侍嘅嗰種男仆嘛？你哋四位咧就要服侍唔同嘅千金小姐，咁經過一日嘅相處咧，千金小姐就會揀出金牌男仆，咁最差嘅男仆咧係要接受懲罰嘅。哦，即係做兵喎、啊，即係做狗啊！誒，咁我嗰個千金係。是我哋嘅目前定系真正嘅千金嘅啫嘛？估下先啦。喂，如果真正嘅千金，唔通有超？我哋有機會啊！加入我們啊！會唔會男扮女噶？你哋而家就可以準備揭曉。估下先啦。誒，平嘅喎，飛機出嚟嘅喎。哦，咁應該係。我想知邊個？我想知邊個？我想知邊個？黐孖筋吔屎啦你！黐孖筋吔屎啦你！好啦，嚟啦！好，記得了。三二一，我哋剪彩。哇！哇，係 yellow， 好靚喎呢張相。中國古典美女啊，對比起你哋嚟講咧，其實有啲唔公平嘅。係，即係客觀因素又好過你哋，跟住又有佢主觀嘅情感，所以你退出咯。最福利嘅都有三十年，每一段感情都有一個期限。重點是 你平時咧同佢對太多戲啦，即係佢需要啲新鮮感。冇錯，係咪啊？咁就應該係我啦，定係我啊？唔會嘅，我覺得我同佢愛情係可以守得住嘅。睇下點，最啲唔做最差嗰得啦，最差嗰我都係盡做嘅啫。千金難買心頭好。咁我要先啦嘛，咁大家可以翻去準備一下啦。趁博物館嘅保安未上未翻工，嚟啦，搬走佢，走走走走，唔好俾人知啊！呢個靚，博物館保安係咪喇嘛？不如掛自己張相先，咪你掛自己嘅樣。I think it's so easy， 慣咗服侍人，明唔明？我知道要做男仆，其實好緊張咯，一開頭，即係實在討好人啫嘛，咁氹到人哋開心，我覺得幾中意喎。係我對我嘅肯定吧，一個，因為感覺我從我日常生活中都係做開呢樣嘢。小姐早晨，早晨，早晨，早晨。咁啊，老爷同你妈妈都已经出咗做嘢啦，你都要起身啦，知唔知 ？OK。妈妈煮咗麦皮，仲摊冻咗添，加咗蟹柳，我一阵间帮你加翻热佢，仲有 chicken wings。哇，好丰富啊！好啦，咁啊，小姐，你而家系我哋三个仆人，一个王子身上边拣一套衫，咁啊，开嚟梳洗嘅好唔好？由阿 Jacky 嗰边开始先啦。好，我系 Jacky， 我系王子嘅，多谢介绍。
我今日为你挑选嘅一件黄色嘅上身啦，高贵大方，亦都衬翻你嘅名啦，而且加埋一条紫色嘅碎花裙，咁希望咧做一日寓意你揾到你嘅王子。哇，真系王子喎、啊！你真系王子喎、啊、佢。你睇我氹得笑就几开心。你睇你哋，我哋都未开始讲嘢，呢个就我才华所在，唔好意思。我叫 Big Man， 我以为你日本歌游远球威呢。我叫 Big Man。咁今日揀咗呢套全白啦，咁啊襯翻小姐你白衣天使嘅形象啦。到我啦，咪？你好，小姐，我叫 Sheldon， 你可以叫我謝爾頓，我叫 Sheldon。咁我為你揀嘅呢一套咧，其實冇前面嗰兩個咁多花費，包括後邊嗰個都係。即係我揀嘅純粹就係一個質量，咁我希望揀一套咧個質地可以最貼近到你的肌膚嘅，咁啊就係呢條。白色的連身浴袍，我希望在你睡夢惺忪的時候啦，啱啱翻返嚟凡間，然之後就可以穿住呢件衫去梳洗，變翻個凡人。哦，即係本身是地獄的好過分，太過分了。他擁有魔鬼的身材，我以為他是地獄的使者。Sorry，小姐你好，我叫 Alex， 你可以叫我愛麗絲。我知道你喜歡環保，咁我揀咗件綠色，同埋咧，我知道就嚟母親節啦，咁我著完呢件咧都可以送俾你媽媽嘅。即是呢件衫老。咁如果佢系王子嘅话，咁我呢个就系六毫子啦。唔好拣佢呢件啊，呢件着完成只河豚。我会拣你嗰件先咯。OK， 我会拣。我揀 Big Man 嗰套咯。哇哦！耶，小姐，接住你，我幫你換衫。接住嚟，你要揀一套幫你換。要幫換。你要喺我哋四個裏邊揀一套幫你換。哇，有啲難揀。小姐，套衫係我揀嘅，你可以揀埋我幫你換，我知道點。你嘅功效已經嚟到呢度啦，已經。小姐，我慢噶，我慢噶，你揾我啦。我幫好多個女仔換過衫噶啦，但我唔知佢哋咩樣。我唔會偷睇嘅，好啦，喂，你做乜掂小姐啊？好好身材，小姐。好豐滿啊，小姐！小姐出咗去啦，出去啦！小姐，出面喂，小姐慢下啊！小姐，慢慢下。佢唔好再搶鏡啦，我覺得佢唔好再搞笑啦，佢。行開啦！哇，好容易幫佢洗面。唔錯，呢個我需要一個好幼嫩嘅雙手嚟。會唔會呢對咧？一定係我啊！雙手只要握成拳頭，能捱下去。嚟啊，審。夠啦，快啲啊！因為小姐眯埋，咁我哋調亂啲位，然後每人俾隻手你摸。Jackie， 你呢個 proposal 幾好嘅。OK， 我哋咪住咁近嘅，嗯。這個手有啲厚，太厚了。OK， 下一個。好，哇，呢隻手都咁肥嘅，又好似唔係喎。點解你哋？點解呢隻四隻手唔一樣噶？呢隻手係最肥嘅，可能佢係 Jackie 咯，應該係 Jackie 咯。走。我隻手真係咁易認咩？我想問，同埋重點係，既然你知道我係我隻手，咁做乜唔揀我？呢個咪大問題？你好煩，我揀呢隻。唔係啊！呢啲係真係，其實一早已經個答案出咗嚟㗎啦，命中注定。是揀硬我的啦，因為點講咧？因為咁有自信嘅你，梗係啦，佢哋三個，即係我真係完全諗唔到個三個，因為化眼咧，我覺得幾親密嘅，係靈魂之窗嘅對望。因為我同 Yellow 係做慣戲咧，真係慣咗係面貼面啊，甚至錫埋錫過噶嘛。咁有我喺度就 OK，it's OK， 我喺度。我 care 住你，我帶住你，係啦，即係咁樣。始終呢個滿有熟悉感嘅手。嗱，一陣間聽到啲咩大叫咧，唔好入嚟啊！或者係我大叫啊！你睇啲俾空間啦，好嘛？好啦，小姐，咁我依家幫你先從隻眼開始化啦，好唔好啊？好。咁嚟噶啦喎，仙女。I'm ready。同你介紹翻啦，呢支全新電吸蜂王再生修護雙效眼精華，用黑蜂眼部修護科技，可以增大你三倍嘅眼眸。嚟啦！可以滋润及抚平眼周细纹，同埋减淡黑眼圈，但你今日出街都可以靓靓见人。feel 到亮浸浸咧，系几舒服呢个。而呢支涂抹神器黄金大眼按摩棒，即时改善浮肿及提拉紧致眼周肌肤。搞掂呢个眼精华，
靚女曬啦，但咧仲差一步咧，你就可以進化成仙女啦。再搭配埋呢個電級蜂王去紋眼霜，可以提亮及高效抗皺，試下咯喎。好嚟啦，最後一下提拉。哇 ！OK， 又係精神曬，迎接一個全新嘅一日。係啊，咁呢個眼部護理咧就去到呢度啦。OK， 夾月餅過嚟，過嚟，過嚟。哦，你个钉啊！你啱啱上完厕所啊嘛，系嘛？小姐，我好挂住你啊，冇见咁耐。哇！依家咧就交俾你哋夹月饼三个啦，咁就帮阿小姐化妆。你凭咩吩咐我哋啊？唔好，做咩啊？你边个啊？你佢头先护完肤，所以应记一功咯。哦，所以佢而家升高级啦，系啊。我接触咗小姐只灵魂之窗啊！第一个步骤系乜嘢啊？你哋梗系粉底先啦。等人帮我擦粉底啊。好啊，佢 Big Man。哇！你又接觸小姐啲肌膚啊，無名指噶嘛？因為無名指啊，先係比較冇力啊，就係温柔啲啊。無名指係一個哦，即係可以咁樣係嘛？即係佢而家佢幾好喎，嗰個所謂質地係嘛？好自然喎，係咯，喺度我度我，嗱唔好喐啊，有名堂啊呢個嘴，三角嘅喎，呢個就係大角嘴啦，呢個係 Holy。咩料啊呢个？好有个性啊呢个嘴，同埋小英玲嗰只红唇啦。我玩紧我咯，系咪玩嘢咧？仔，玩嘢啊！系咪开出去斩啊？仲要扮惊啊！到数，唉，掟佢走啊！哇，垃圾，教训佢啊！快突骨啊你！喂，好，开门俾你，拜。好彩有准备，嗌咗个化妆师过嚟帮你化。早讲。我去开门先。好。好少見到佢咁樣著噶，好正！今日真係個特別嘅日子，好靚。今日我有啲咩活動啊？小姐，我哋今日準備咗野餐，係會係我同你嘅兩個人野餐，係我去策劃嘅，係啦，我去策劃嘅，我做統籌，應該係史上最舒服嘅一次拍攝咯。我睇有冇啲咩人係會做咗啲嘢令我好有記憶點咯。好嚟嚟 ，OK OK， 小姐冇呢边，小姐呢边，耶，靓靓，你影够啦嘛，靓够啊，你啲相全部唔得，知唔知点解？因为你未出手嘛，你未睇啊嘛，大佬啊，系小姐美宝唇膏妆啊，诶，你又醒目喎，等我用呢支法国娇兰嘅全新 Kiss Kiss 亲亲水润亮彩唇膏嚟帮你补妆，同 Yellow 小姐你一样内外兼备，一方面有高贵的金色外表，里面有 3D 立体水光亮彩，重点呢就是它的色调是粉红珊瑚色调，是520号象征着对你一见钟情。嗯，好啦，可以继续影相啦。好。好，我而家肚饿啦。OK， 我知道。你想做食嘢啦？咁啊，咁慢噶，我肚饿啦。喺呢度，哇，到啦。哇，本身快啲嘅，系豪啲争住嚟做。小姐，我帮你攞餐。OK。据我对小姐认知咧，小姐应该想食 ham 嘅。小姐佢用手拎啊，有个野人要野人要喂食。我唔想用你用个手嚟拎啊。你试咗有冇毒？你俾小姐食噶嘛？小姐蛋糕啊。咁多選擇俾你食過邊個啊，小姐？老母，點解又鹹又甜，好容易生飛枝啊！小姐點解佢可以喂你，但我唔可以喂你嘅？唔好問啦。隻手唔夠強啊！唔好話我唔夠長。小姐食一啖小姐，小姐蛋糕之後食埋個 ham， 我仲有濕紙巾都帶埋嚟啊，小姐。哇！要紙巾定濕紙巾啊？小姐環保用餐巾，小姐環保用餐巾。佢又啱，佢啱。小姐個嘴邊有 cream 啊？我嚟啊，小姐。
我 care 住你，我帶住你，係啦，即係咁樣一種感覺。始終呢個滿有熟悉感嘅手，我中意呢個蛋糕啊！好啦，我而家讀書俾你哋聽啦。哇！大家增長知識好唔好？紅色，骨紅色，哇，好有詩意啊！未讀完，骨色，骨黃色，黃色，黃綠色，綠色，藍綠色，藍色，藍紫色。紫色、紫紅色，呢個咪教小朋友識字嘅書啊！不如你都聽翻我哋講啲低俗笑話啦，好唔好？好啦，我覺得我哋都係唔好再做啲冒型嘅話題啦。我哋試下做一啲吟詩作對啊，好嘛？由我出上聯，你哋出下聯。哇！冇問題。第一題，萬年萬年紅。佛山燒炭南山中。我都想不到可以怎接接，我就想看看他們會怎接接，但他們又真的接到。好有學識啊 Alex。 馬里馬里空火車捐山窿。哇，好厲害啊。馬里馬里空得閒同小姐出來放鬆。喂喂，好厲害。馬里馬里空我和你都痛。心靈相通啊，心靈相通啊。好好，出多題。好，嗦咪咪发瑞瑞哆瑞咪发嗦嗦嗦，花花花花真的睇化魔，化可是傻。耶路路晓晴晴常在我心 ，boom boom boom。哇！你点解教会啊？其实我差不多啊，你讲先啦。我系超级紧张个心情，哇！大文 Jackie 咯，豪啲三个啲转数超级快。你个豪啲转数都好快嘅。啊，豪啲转数快啊！我发觉原来我好似冇乜才华嘅咯，因为我觉得譬如大文啊、Jackie 咯啊，或者Alex 啊，即系令人哇哇惊艳到咯，而我就真系谂唔到咯。其實我差不多啊，你講先啦。嗦咪嗦咪咪。其實我覺得佢哋冇乜急才就算啦，係啦。OK， 唔緊要啊，呢個出唔到就出唔到啦，冇逼住出啊。因為我唔想講嗰啲咩波大大腳長長。我覺得好唔啱呢個啊。佢係波大大腳長長，成日諗緊。拜拜，唔錯，大家都非常之有心。好啦，我哋今日仲要即係仲要進修一下啲藝術嘅，畫我嘅畫像咯，不如就。哇！哇好喎、啊，你嘅畫像終於可以畫到仙女嘅畫啦。好啦，限時三分鐘啦。如果唔係，我三分鐘之後我就會攰啦。好，開始啊！我今次會用印象派。印象派。我會用抽象派。我會用3.14派。有冇其他顏色啊？啊，好攰啦已經。我等爹哋等翻嚟。都唔交卷啦，保筆啊。Sheldon 先啦。Sheldon 先。哦 ，OK， 小姐，我为你呈现嘅印象派。Oh my god！ 哇，我有密集恐惧啊。呢个系因为小姐喺我心目中咧，其实就系一个永远都停留一个好美好嘅一个印象度嘅。呢个系美好，你觉得呢个系美好？系。扑朔迷离啦，好梦幻啊。OK， 好啊，我再下一位啦，好嘛 ？Big man 啦 ，Big man 啦。我系呢个 IG 风格啦，咁啊。是不会有样子的，即是现在呢我最喜欢这些脫俗的东西。Okay、小姐跟住到 Alex。好啊，小姐跟住头晕。小姐，我为你画这幅是以前 3D 的画，还有整个意识是很梦幻的，就好像我们之间的关系都是扑朔迷离，都是一场梦。不是，我们只是主仆关系的就 Alex。我就没有他们那么那些什么即咁多爹，我就好實在，真係你要畫畫像，我就真係完全將你成個畫像一，即係將你所有神髓表情都畫翻曬落去，認真真係完全係。哇！浩哲係完全係你嘅畫像。喂，等陣先，喂，等陣先，浩哲過嚟。係，哇，好似喎。係咪望住嚟畫㗎？嗱，我一路望住，其實嗱，呢個光環係。即係我自己一路都係望到你頭上有呢個嘅，同埋其實本身我有冇畫過周圍嘅環境，但我發覺望住嘅時候，我望唔到其他嘢，我只係集中咗喺你度。我覺得你集中喺我個膊頭咯，你畫到膊頭好大個。我以為啲蝴蝶嚟，唔係啊，係你對翼。我以為翼，雞翼啊，係嘛？就係啦，隱形嘅翅膀。就係你以為嘅翼啦。唔係啊，我有隱形嘅翅膀。你我心目中就係天使翼，再加埋天使嘅光環。哇，各有千秋咯，大家。小姐，真係咁難揀咩？小姐，你以你嘅藝術地位，你揀一張啊。我會揀大文咯。哦，哎，我小姐幫你簽個名，我送咗俾你。好啊。而家有請一號小姐上一上前評分。我覺得可能比喊片都係熒幕情侶應該有6分嘅。
合格的六分啦，六分啦，我覺得。即係我覺得我起碼都有八分吧，即係我俾我自己七分應該都會有嘅，六七分啦。咁而家由我係公布一下啱啱喺第一環節嗰位男僕嘅分數排名。第一環節。有兩個是同分的，哇，okay， 最低分的那個呢就是 Jackie 啦，他嬲我了，他嬲我了。第二名就是 Alex， 所以明年第一就是 Sheldon 和 Big Man。 哇，沒想到我們第一名啊，而家四位男仆應該邀請我哋嘅一路小姐去晚宴時間啦。一路小姐，喂喂，俾啲機會我得唔得先？我暫時最低分。認真，小姐呢邊，小姐呢邊。原先被我當成藝術學子天堂的小房間，變成破屋。貴派呢度啊！我知道小姐啱啱玩咗一個下晝，又冇乜點食到嘢啦。咁係時候咧，就我哋今晚就揀咗個咁靚嘅場地俾你享用呢個晚宴啊！喂，一陣咧，我哋咁樣啊，我哋咧，因為呢個係前菜啊嘛，咁啊主菜方面咧，咁我哋就四個僕人啦，我哋要每人揀一道主菜，揀俾我哋嘅小姐睇下邊款最啱佢口味咁樣。哦，好，咁我哋再揀咯，睇一睇先。嗱，依個就係八爪魚沙律嚟嘅。咁我點解揀呢個呢？咁八爪魚係屬於海洋噶啦，水啦，佢有少少菜啊，上面有少少田園嘅氣息啊，即係陸地啊。咁 yellow 係我心目中係一個女神嘅地位啊嘛。繼續諗啊。跟住就，如果 yellow 食咗依個咧，就會夾埋又變咗海陸空咁樣，就完美啦。哇！係啊。咁佢有一個叫做石頭湯嘅嘢。石頭。咁石頭湯咧，咁其實就已經好長歷史噶啦，喺葡萄牙呢個湯。咁首先咧，就係我本身呢度年紀係最大。咁我想揾一個歷史悠久啲嘅菜，同埋我本身自己好中意飲石頭湯嘅。即係其實呢煲湯唔關我事嘅，我想將呢份美味去 share。誒，你講啊，多謝啊。喂，點包得個？其實同埋我最想同你分享。你又點啊？成底蛋糕拎咗呢個咧叫做葡式蛋絲蛋糕，是一個葡式的一個傳統蛋糕啦。我快啲 Jackie 都 call 你嗰個。點解揀呢個 ？OK 喎。點解揀呢個咧？你最中意食蛋糕？係因為唔係。偏心喎，小姐。我哋繼續。Sorry。咁咧，我覺得咧就係因為其實蛋絲啦，加上蛋糕係甜噶嘛，有一種甜絲絲嘅感覺咯。同埋我好記得今日咧喺草地嘅時候咧野餐嘅時候，你有講話啊，我想食呢個蛋糕，我想食蛋糕啊，我就覺得你應該。其實都應該喜歡吃蛋糕的，我也好記得在草地的時候說過，又鹹又甜，過口容易生痱子。一陣間我希望可以你吃完這些他們準備的東西之後再吃我這個甜品。okay, okay, okay, 再一個真的很努力的。我要你說蛋絲蛋糕，你知道 Yellow 小姐是跳舞的。Dance 蛋糕。但是如果你再這樣說話的話，加不到分。他明明就笑了笑完之後，即係都心諗，唉大鑊啦！我而家呢餐飯，我準備咗好多 get 諗住擺入去。叫做葡式海鮮銅鍋煲。海鮮嘅話，其實一來鮮呢樣嘢就同你嘅名字仙女 yellow 個鮮字就有一個互相溝通翻啦。因為我知道 yellow 小姐最近咧即係工作繁忙啊，注意力好下降。其實食海鮮咧啱啱好就可以補翻你嘅豐富嘅鐵質。希望你中意啦，好嘛？呢個海鮮煲。哇！好豐盛啊！好，咁試下先。其實我本身唔係好中意食八爪魚，因為我覺得好暗。唔係，但我覺得呢個好味，因為佢唔暗。哇！佢啲肉質好好味喎，好淋佢，好多料添啊入面。個魚勁滑喎，你個時候小心滑親喎。哇！好味個魚，哇！好特別喎，呢個。好香蛋味啊！其實咧，預先咧，我哋準備一份禮物送俾你嘅。每個人都準備咗，我哋係，我都諗咗好耐。係啊，咁不如睇下小姐你想我哋邊一位僕人送出呢一份禮物先啦。由最低份 Jackie 先咯。我知啊，睇你可唔可以挽回一成咧？係啊。其實我知道小姐平時其實佢好中意法國嬌蘭嘅產品嘅，即係佢自己平時都好想要有好想用咧。咁所以我今日咧第一份禮物咧就係準備咗呢個法國嬌蘭嘅王牌產品，哇！電級蜂王青春機密修護三部曲，三字贏滿足你三個願望，超好！呢個同呢個我都有用啦。跟住另外咧就仲有一份禮物喺呢度，哦，仲有份禮物喺呢度，一份稿嚟啊！
咁首先啦，因為我知道一個小姐中意環保，所以咧呢個用環保紙嚟貼。O K， 你有心意。好啦，跟住就係我送俾你嘅就係呢四組數字啦。喂，點解我有個電話？身份證號碼嚟嘅。第一組數字係我手機電話號碼。哦，你個密碼嚟嘅。係啊，手機電話密碼。有冇網上銀行密碼？我覺得手機電話號碼冇乜用。第二組咧就係我嘅銀行信用卡密碼啦。哦。啊，真人。係啦，四三二九八一二七。哇！都咁長嘅咩？我都將佢俾埋你。真㗎 ？OK。跟住改啊，之後我改翻。唔係六粒嘅，可以隨便試，隨便試。今晚呢餐我嘅。好，第三嗰個咧就係我同你 WeChat 嘅第一日嘅通話。哇！2016年。八月二十九號。哇！下面嗰個就係、是、我估下，我估下。係我哋澳門回歸。唔係。係咩？你夠膽講？你講係澳門回歸。係我同你 B B 嘅生日。我估到，我就係諗緊佢肯，佢會夠唔夠膽講咯。嗱，其實真係頭三組都好好嘅，第四組我。我想倒扣十分。唔係啦，最重要嘅就係呢四組裏面啦，你睇下第一行嘅第一個字，第二行嘅第二個字，第三行嘅第三個字，第四行嘅第四個字。第一行呢個就係隱藏咗我對你嘅心意啊！一係生，一係死喎。哦，一係生，一係生，一係死。咁出嚟就係一生一世啦。即係我當你一生一世我嘅公主。哦。我都我想出奇制勝啲，係啊，即係我本身諗住用創意嚟制勝咯。好油膩咯佢。太浮誇了 Jackie 令我想起他之前拍綜藝的時候有一個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我有兩個眼袋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有一個這麼大的眼袋是不是因為你掛住我掛得睡不著不是那是什麼因為我不關注我的兒子他很喜歡跟別人有下凡下一代好了那就到我了你其實一直都放在這裡好是一幅画嚟嘅，咁我就画，我琴日真系特登画嘅呢个，咁我都用咗唔少时间去画啦。系啊，我都知道其实女仔想要啲咩嘅，想咩啊？心思咯，就系你画咗你同 Lobby 唔错啊，唔系啊，呢个你嚟噶呢个，咁上面一个系上面嗰个梗系我啦，咁样唔系，咁呢个当然系 Lobby 睇咗画嘅，佢唔介意嘅，系啦。咁就當係一個一日千金嘅紀念品，紀念我今日服侍過你啦。希望你記得，第時好辛苦、好艱難嗰陣時候，都記得有我係支持你嘅。好，多謝 Alex。哇，呢、這個好靚啊！雖然我係中意啦，禮物係最低分，但係應該意義係最高分嘅。我突然間醒起一樣嘢，咁你又中意環保啊嘛？咁我就諗住就係用呢個環保咧。咁我就嚟夏天啦嘛。我睇你點講？唔係，就嚟夏天啊嘛。我啊決定咧，成個夏天咧，為咗環保咧，俾啲北京紅煮得耐啲咧，我就唔開冷氣啦。我就諗住成個將我個冷氣機遙控俾你，就送俾你。咁我就諗住成個夏天我唔開冷氣啦。我就待住佢啊。下次我就走去佢都開冷氣。冇問題。然後日頭開到晚咯。我都未同我爸反映間房個冷氣壞嘅遙控。好啦，到我啦，唉，到你啦，到你啦。喂，其實做阿祖好辛苦啊，不過我就拎出嚟啦，都係啦。我對我準備嘅嗰份禮物係有信心嘅，我本身打算都送畫噶，好彩咋，爭啲係畫技上邊嘅比拼啊。呢個啦，歪咗少少。咁大家唔好睇佢一個一盒平平無奇嘅一盒燕麥奶，但係其實咧係我記得有一次我同阿一路去香港拍嘢嘅時候啦。我記得你嗰時去到便利店之後，你好興奮，你話：哇！呢盒呢盒咧，點樣飲？點樣飲？點樣飲？跟住啊，大家買翻嚟一齊飲啦。跟住我就覺得啊，咁呢一盒嘢咧，可能對你拍攝，其實我覺得都一個幾大嘅支持咯，幾實質嘅支持咯。所以一陣間即係你拍完嘢就可以飲咯，係啦，咁就可以俾你飲咯。咁嗰次拍嘢係啦，咁仲有嘅。我而家已經唔飲呢盒嘢嘅。仲有一支啦，就係。哎，咩知咁啦，我亦都知道啊，一流千金啦，平時有去做 gym 啦，係啦，咁做 gym 其實好容易啲肌肉拉親啊，或者冇肌肉拉親到啦，都有少少輕微嘅一啲勞動性嘅損傷啦。咁啊，呢一支就係我啦，有我個樣嘅，係啦，有個麥頭喺度嘅，咁亦都有我上邊呢個一個按摩嘅一個動作啦，係啦。咁其實呢支係一支按摩軟膏嚟嘅。咁希望每一次咧，即係呢幅畫咧，就其實望嘅啫，得精神嘅啫。希望每一次咧，你嘅勞損啊嗰啲嘢，真係有我喺度幫你去按摩、去滋潤你咁 <Okay. S 1> 樣，係啦。咁啊，呢支軟膏送俾你啦，叫唔抵痛，唔抵先痛，係啦。多謝。OK， 呢個就心意啦。OK， 好貼心啊！而家就到咗最後嘅評分環節啦。哇！
哦，究竟 Jackie 會唔會反超前咧？難啲咯。嗱，我唔跌落最尾，我真係我覺得 OK 噶啦。哇！咁系机关，机关定系咩嚟噶？机关嚟噶。哦 ，O K。我差唔多系两人啦，好紧张。究竟边个系冠军咧？佢系一个比较有悬念嘅人咯，即系其实佢四个嚟讲咧，接触得最多系 Jackie Lou 同埋 Hody 啊嘛，咁所以我就会谂紧啊，佢其实佢今日算系表现几好啊，但系我就会衡量翻平时同佢拍嘢嘅佢同今日嘅佢会唔会有啲咩唔同，所以嗰个位置就令我迟疑咗好耐咯。越熟嘅人咧，可能就越难比咯。我看到咧，其实咧 ，Yellow 小姐是改咗分数噶。唔通啱啱嗰个 Jackie 咯？唔通石头通嘅故事减咗分？依家决定命运嘅分数已经喺我手上啦。首先我就会公布第二名同第三名嘅啦。第二名同第三名。安全区啊！就是同时获得十分嘅阿力士耶！大文 ，Big Man。我宣布本期 Yellow 心目中的金牌男博就是 Sheldon。 Oh my god！ 全部冇諗過喎，最低分，兩彎都係。我有啲質疑自己啊，以為自己做得好，但其實我做得未夠好咯，即係嗰個感覺。可能係未必大家中意嘅方式咯。其實咧，我留到最尾嗰陣時咧 ，Yellow 係改咗好啲嘅分數嘅。哦，係啊。其實豪蝶本身不是第一，應該不是第一。Oh my god！ 係你哋講咗啲咩説話令到佢印象差，然之後改咗？唔係，你算是你有少少偏心豪蝶咧？都會㗎，即係平時日常生活，佢係我心目中嗰個印象已經很好啦。即係好似點樣都好，即係唔會喺每一個環節中，佢唔會係包尾嗰個咯。今日受到他哋無微不至的照顧啦，雖然他哋化妝扮係好 fail 嘅，見到他哋出盡力咁樣，即係好氹我開心咯。無論我出嗰啲對聯係幾咁白痴都好，佢哋都好盡力接咯。雖然平時同大家都好 friend 啦公司，但係咧今日就因為你哋要奉旨服侍我，就見到大家嘅另一面，更加為我好嘅另一面咁樣咯，所以。好開心啦，好正！多謝 Yellow， 多謝 Yellow 小姐，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呢個情緒咧，就係希望男仆都可以享受到同千金小姐一樣光滑嘅小腿，所以就係搣腳毛。哇 ！And 最重要嘅係搣曬，哇！全清啊，兩隻腳。乾乾淨淨，好彩冇輸我超多腳毛。好啦 ，anyway 啦咁樣，咁今日啦，其實拍得成我哋一千金呢個新節目嘅第一集啦，最緊要係真係多謝我哋嘅贊助單位法國嬌男，多謝曬，真係多謝曬 sponsor 我哋呢個節目啦，俾我哋一個又係一個全新嘅身份嘅體驗啦咁樣。咁我哋希望金主爸爸可以隨時去聯絡我哋啦，同埋大家如果仲想繼續睇呢個節目嘅話咧，就喺下面留言啦，同埋大家可以講下你哋想下一集嘅千金係揾邊一個嚟體驗咧咁樣，同埋你哋亦都可以喺下面咧講出你心目中最好嘅男仆同埋最差嘅男仆都可以嘅。好 ，OK， 下集再見，拜拜。我哋而家咧今日就要進行呢個大懲罰啦。好痛心地宣布惩罚的受惠者是 Jackie Lou。 受惠者，我现在心跳超快，自己想的惩罚自己受啦。人力喐手，你想左脚先，右脚先啊？哇，我
養咗佢26年嘅腳毛，養一切都從頭嚟過啊！邊個先啊？由最殘忍嘅大文先咯。哇！可唔可以唔好揀大文坐我隔離啊？可唔可以你兩個坐啊？哇哇哇哇！真係好黐啊！地獄使者大文，我英戀緊張物流。係啊，你永遠玩到佢驚。啊！哇！我都覺得殘忍喎呢件事。好像打針咁，你想打橫定打直啊？其實重要咩？啊，其實未必大啊，唔好數佢。自我麻醉一下啦，依家出首歌。有兩聲先啦。唉，其實我都唔忍心嘅。哇！嗰時係咪多姐幫霍哥清過曬啲腳毛啊？但係佢係痛定唔痛㗎？你數一二三好。其實 OK 啊，應該。唉，算啦。依家都唔痛嘅，嗱聲黐咗，其實冇乜嘢。依家我想講，試用者不必怕，為正義而戰。哇哇哇哇！擺反啦。哇！好黐線啊！一路小姐想親自上手啦，已經。唔係講嘢，講嘢啊，真人。啊！我黐咗我手。唔該，張王。等住。左腳嘅，你真係幾似細嘅，細心真係。我又係導演。我而家你只腳有幾多隻啊？一二三四。而家 Jackie 都而家七。好啦，我哋 cut 啦，我哋完啦，呢個節目已經等佢十張。啱啱成啲都係劇本嚟啫，冇事嘅冇事嘅呢啲。嗰只腳就好似裝咗隻電炸彈。唔係，因為我覺得爆佢咯，等佢自己翻屋企先搣咯，佢又唔會唔搣嘅。唔會啊！你半年穿對波布啲襪咧，你阿又戴文起快。唔係啊，我話你聽，我頭先我哋傾過噶啦，我就唔想真係太痛，所以慢慢嚟嗰件事。喂，你邊啊？你依家邊啊？唔係啊，我想試下。係你邊講啫？我想試下嗰個。你俾你俾心理作用我先。嗱，你應承我。喂，你俾隻手佢揸住啦。先，你應承我，唔可以嗰啲就啊，唔係乜嘢嗰啲唔得啦。我講先，嗱，我已經夠痛苦啦，老婆。你只門咧咩啊？嗰啲唔好。得啦先。好啦，你伸你嘅腳啦。我咁托咗。我屌！頂住啊！你揾隻手俾我捉住，唔好喺入邊頂住啊！我真好撚頂住，頂住啊！好快過噶，好快過噶。你唔好望啊！如果你受傷，唔好望。三、二、一。哇！好彩唔係我哋咋。你喵啊！任我几地獄都好，我都觉得呢件事好残忍。多咗条路出嚟啊！你仲慢慢咁咩？你搞到佢咩？系啊，好屎啊！唔系啊，唔系啊。唔係啊！我咩咩下真係唔忍心，咩下真係你仆街，仲要啊 ！OK， 嚟啦，嗱，呢個快㗎，三、二、一，喂，冇啊，冇啊！我做咩試啊你？我做咩試啊你？佢而家焦起咗，嗱，佢而家屙好餅啊！啲腳我留翻汁俾你，哇！哦，我知啦，太鬆啦，阿媽嗰張，誒，俾你揀點啊咩？你自己揀啦，咁樣啦，咁樣 ，OK， 咁樣 ，OK， 嚟一、二、七，哇，三、二、一，哇，哇，二、三，哇，快啲啦！二十未啊？二十啦嘛。嗱，咁呢個咧之後我哋會 give away 嘅，係啦。咁啊，詳情留意 Man Store 啦。咁啊，大家都要好好。多謝大家收睇一日，多謝大家收睇一日千金啦。好高興俾大家服侍啦，跟住今日見到 Jackie 受罰好痛心。唉，好啦，咁啊，休息下啦，休息下啦，聞下啲腳毛，哇，幾香喎！邊一位千金啊？邊個？係咪一定要幕前㗎？其實我會覺得
有邊個易臭啲咧？我覺得我想的那些千金呢應該是那些平時他很少被人服侍慣，我會很想給他來一天，然後就給他去 enjoy 一下。那我會選一些沒那麼嬌生慣的東西。為什麼是千金？不如你啊 Sophia。 其實不難想的，不過只不過我一直想著都是 yellow 的。哇，你不夠不夠其他人。我覺得導演咧，唔係講笑講笑講笑。你唔想告其他人？唔係啊唔係啊唔係啊！我好想卡夫喎，卡夫有錢啊嘛，起碼卡夫如果係做千金嘅話，可以即係試下一日軟飯王咁樣嘛。其實我會揀 KK 喎，因為平時咧我哋拍綜藝 KK 咧都好辛苦啊嘛，幫我哋準備曬水啊任何嘢，最早嚟又係佢，最遲走又係佢，即係服侍咗我哋咁耐咁。如果有依個位置，梗係俾我哋服侍翻，係咯。咁其他製片咧？其他製片都好辛苦。咁一日千金個製片就係 KK 啊嘛。我會覺得啊，我想揀，我會想揀 Tina 咯，應該係因為 Tina 感覺上邊俾人一種感覺係更加需要人哋照顧，加倍照顧。Jackie Lou 就是油膩咯，豪啲就是勤奮咯，勤奮咯。Alex 就是盲撐咯，佢盲撐咯，因為佢無時無刻都在讚緊我咯。Damon 就是擦鞋仔，可能因為佢個樣子太世界仔啦，跟住所以就會覺得佢嘅讚咧就係 social 嚟嘅，世界仔嚟嘅咁樣咯。